有人 get 到这个吗？我刚才说两种语言哦，他就说哦，你讲的客语为什么这么像韩文啊？然后后来想说，因为我是真的分两个语言在讲，然后后来我去某一次看韩剧的时候，我真的听到对方说안쓰세요안쓰세요안쓰세요，然后后来我很认真，非常认真地去学了韩文。对，我现在对不知道我老师有没有来，耶、yeah, ！就是我真的有很认真地学韩文，然后那时候发现安之세요是一个请坐的意思，这样子。对，请坐。所以如果你们想要捞一点有趣的词的话，就可以说安之세요，然后你就回他安之세，是客语的谢谢的意思。对对对，是一个。对，沈梦妮安子 C， 对对对，两种都可以，讲沈梦妮也可以，讲安子 C 也可以，对啊，我自己本人是喜欢讲沈梦妮安子 C， 比较长比较帅，真的真的，如果当你学会一个新的语言，你想要在你朋友面前唠一些哦感觉很帅的，就不要讲脏话，脏话谁都听得很懂，对，你就要唠这种很长的，对，所以其实我自己在创作的过程。